是不是有点过于老？北国之春，哎，答对。好，下面不想提醒下面。大家好，现在我跟重伤龙龙，还有这个海南小哥，去见上我们广西的大网红小六。他做自媒体很成功哦，我们拜访的，学一下他用什么方法做的那么成功，真的非常羡慕崇拜，也很激动。现在因为平时都是在视频上见到他，那个小六很好讲呢，因为我们上不去，他这个房间呢、是那种比较贵的那种房间，18楼，所以上不去。现在亲自下来见我们，见我们这几个。网红哦，这太好讲了，亲自下来见我们，真的。太难讲了，一般这些就比较忙。在百忙之中还下来亲自见我们。先下来的房间坐一下。嗯，行，嗯，那行，那行。我住42楼。我住52，我跟龙龙住52，是吧？风景也好啊。但奇怪了，那我上29得，我上18怎么不得了？是吧？因为县城住的钱不对。打卡是吧？对，是忙昏了，小六忙昏了，太忙了。还脱鞋吗？脱鞋吗？哦，村长，哦，是啊，我有，没有比我们那个宽多了，他那个房间。哦，村长，好、哦、好，嗯，终于见到本人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好，太热情了，啥？他这个很宽哦，是吧？那大咖的房间跟我们不一样的。经理，对呀、啊，我们那个回去回有回去是五名的嘛？他是五名的，回去住。小六住了套房，阳台，夜景。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冥冥中都遭注定你不枉。谢谢大家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南桥小哥，他是本地人的，哦，他是海南本地的。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先还不是从小做起的，反正他刚开始拍我们就开始看了铁粉了，以前都是拍一些抓鱼啊、放牛啊什么，哦，不过他也才艺是真的，他那个书写那个字啊非常好，哦，写字非常好，有文化哦。是啊，帮很多人写对联了、啊。我跟你那毛笔字写的真的好好啊！啊，下一次有机会我来去玉林拍吧。那个黄立刚，你们思路也好呢，还村长也辛苦了，跟你们几个真的厉害，我懂啊，你们视频我看两年了，一两年了。是啊，他功劳，功臣了。那以前你去找小乔啊，我都看的，哦哟，每次从开头看到结尾哦。是啊，而且你对他妈砸晒给他妈什么，很多粉丝，哦哟，这个小六真的很懂啊。有可能是也是50000的是吗？你这个也是50000的是吗？